要不咱俩坐一会儿吧。好啊。这天这么热，要不我给你点杯奶茶吧。好吧。好。这帅哥好贴心啊。点好了。我去趟洗手间，你等我会儿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啊，没事。你好，邓先生是吧？您的奶茶。谢谢。挺快啊，还没到十分钟呢。当然快了，我 VIP 客户。行了，喝吧。你干什么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最近手有点抖。没事没事，就一杯奶茶而已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怎么又是你们？是我感觉我好欺负啊？你们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这你车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我车你车呀、啊？钥匙呢？打不开是吧？打不开，我帮你打开。哎，别别别别！咋还没来呢？哎哥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这行不？痛！这瓜子都不给我一点啊！来来来，搞一点。行了，我先过去，你一会儿过来。好嘞，哥。记得摇一下。知道了知道了。你俩玩挺嗨的，密室逃脱嘞啊！还愣着干嘛？